同学大家好哈，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主题哈，是在交通工程与管制里面的智慧化的公路系统哈。那我想哈，大家都知道说哈，我们进入21世纪之后呢，我们在交通管理的制度里面，我们不会再像这个过去哈，以往我们都用很多传统的方式来去做管理，我们一定要有一些透过资讯系统，或者是透过 5G 的技术来协助我们做一些的进化，那也能够让我们的管理系统能够更加的智慧化哈。好，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智慧化公路系统的部分。那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呢，会比较偏向于哈在民众使用层面上面的内容，比方说我们今天要上高速公路的时候，我可能会先上网看一下说诶有没有塞车，我今天进到省道的时候，我可能会先上个网看一下诶有没有拥塞的状况，那最后我们也会找一个齁在国外的案例，那我们会举新加坡为例来跟大家去说明齁在所谓的智慧化的公路系统里面怎么样子去运用，那并且最后给大家一个考题。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大纲齁，那首先我们会介绍高速公路的那叫1968的系统，那另外还有智慧化省道的即时资讯服务网，那新加坡叫做 One Motoring， 还有最后一个部分我们会提供给大家一个例题让大家去做练习。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1968的部分。那我相信大家齁，过去都有在高速公路上面塞车塞很久的经验，那我相信大家感觉是怎么样，感受非常非常的糟糕，对不对？因为好像变成是一个大型的停车场，然后我跑都跑不掉。好，那所以呢，在高工局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时段里面都能够满足民众的需求，因为我们的钱就是这么多，我们的路就是这么大，那你要永远不断的拓宽，大概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件事情。那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是从需求面上面去做管理。那需求面其实有两种的方式可以做管理哈，一种方法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透过政府强制的力量让民众出不了门，那另外一种方式则是我们透过民众自主的力量。我相信今天在运输系统管理里面，或是运输需求管理里面，民众喜不喜欢塞车，民众也不喜欢塞车，对他们来讲的话，他们也想要尽力的能够去避开尖峰的时段。好，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今天把所有的拥塞资讯不仅仅提供给我们今天这个主管机关，我们还把这些资讯提供给民众。那民众看到路上面真的发生很拥塞的情况，如果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赶时间，或者是时间非常非常固定的旅客来讲的话，他就有办法自己去改变他的一个这个出门的时间哈。所以我们透过这个高速公路的1968系统呢，那能够去提供全台国道即时的路网图，那并且也可以通过互动式地图的方式去提供即时的影像、CMS 的资讯、路况的事件哈，那出口的匝道啊、替代道路啊、开放路肩等等相关的资料，那民众能够及时的去掌握到最新的讯息。那甚至我们今天在主管机关的部分，如果我们今天假设要去做某些的管理事宜，那也可以在1968的系统里面呈现，那民众就可以在出门前或者是在路中的时候，我就可以去查询哪一条道路现在目前是比较适合的。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提供充足的资讯，让民众能够去避三优势的路段。好，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你看到这里哈，那现在大家都喜欢用手机，所以手机的 APP 上面也有非常完善的资料。OK， 你看包含它很多的公路，那个很多的这个系统的内容啊，那并且在每一个路段中间，它都会显示出来现在目前的平均速率哈。好，那我们可以透过智慧型手机的定位以及网路通讯的服务，那我们会依据用路人所在的位置提供适定性服务。好，那个这个叫做所谓的location based。 好，那怎么叫做 location based？ 我今天假设我开车开到新竹，那我相信我最想要知道的路段是什么？
新竹之后，或者在新竹周遭目前的一个交通状况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会依照他手机上面的定位来去决定说我提供给他什么样的资料。毕竟我们整个高速公路的资料，我们可能不是想要知道每一个段落，我想要知道我等一下会遇到的道路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所以他会提供适定性的服务哦，那可以接受相关位置最新的即时路况。好，那高速公路其实就只有几条，那我们最常走的还是什么？最常走的还是省道。那省道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条数里面来讲的话，现在公路总局也很努力的去提供这种所谓的智慧化省道的即时资讯服务系统，让用路人能够随时知道说，哎，现在目前在这条道路上面有什么样子的状况的发生哦。所以你看到，哎，比方说他可以跟你讲说，哎，台61线有什么样子的事情 ，OK， 那我就可以在系统上面能够一目了然。好，那省道呢，它的即时资讯我们就包含了像是交通资讯啊，各地的风景的路段啊，替代路径啊，以及旅行时间等等哦。那其中呢，在交通资讯的部分，它涵盖了像是包含即时的影像、即时的论话，那资讯的显示、施工的路段、灾害的路段、大客车进行路段、停车资讯、动物资讯或者是生活资讯，还有景点资讯，这些的项目都可以在我们的智慧化省道的即时资讯服务网里面去做取得哈。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互动式电子地图，那跟即时交通资讯做结合哈。它的资料来源，它是由公路总局整合，包含交通控制中心的一个道路资讯，接受路测设备回传的资料，那并且进行处理，那可以在道路资讯可变标志里面，也就是 CMS 的部分来去做呈现。这个标志系统来讲的话，它可以比传统上面的标志能够更弹性一些的去提供服务哦。这个是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的服务网，它能够带来的效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国外的案例哈，国外的案例叫做 One Motoring， 我们举的是新加坡的例子。好，你看到说哈，新加坡它的地不大，所以呢，它可以把每一条的道路，基本上重要的道路都可以显现哈，那从它的速度慢到快，然后依序去做排列，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整个路网上面的最新资讯。那它主要就是提供即时的交通路况、即时的影像、施工的资讯，还有道路封闭的资讯等等，让用路人可以去选择到适宜的道路。那另外呢，互动式的地图呢，结合网路之这个所有的一个路况的资讯哦，并且将它的拥塞的程度用颜色的方式来去做分级，那并且可以依照它的即时路况以及透过即时施工的资讯，那去选择最顺畅的一个道路，这个是国外的案例的部分哈。那最后呢，就提供给大家一个试题哈。那其实说哈，他说是说明在网路科技日渐发达的情形之下，我们要如何透过资讯系统去提高公路运输的一个营运效率 ？OK， 这个是给大家的题目，那就请大家回去想一想，那去参考几个资讯系统里面可以提供的服务，然后来去描述最好的一个答案哈。好，那如果是班内的同学，也欢迎随时把这样子的题目拿给老师来去做批改，老师可以帮你检视看看有什么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今天还没有报名的同学，大家也可以知道哦，我们提供给大家哦非常完善的一个改题服务，那欢迎大家来报名之后都可以享有这样子的服务跟课程。好，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谢谢。